才华出众的富家女，权力是她的武器。我今天要让清雅艺术季再次复活，更高的名利，更高的位阶。妈尽全力想让你站在顶尖的位置。你是清雅艺高理事长的外孙女，是带着皇冠出生的。撩拨人性的不伦之恋，那个愚蠢又无能的何允哲是绝对满足不了你。你也需要我不是吗？妒火中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了不起的初恋吗？胡允熙，我们的孽缘今天来做个了结吧。媒体纷纷打卡定 Penthouse 上流社会，东森戏剧台风暴来袭。